那个加点钱或者抹钱了。放吧。回头我想把它灯杆横过来一下。这个，嗯，它那个作用不大。警示灯。就是警示灯，反正你横着竖着。这样竖着它晃悠悠的感觉。你就把戳着有点。你还不如放这边上，或者靠。本来我是在这儿了。啊，对呀，你在那也比那。杯子上给哪儿去了？哎，你拿那个卡尺一会儿，咱直接测测，停了之后。哟，这没法啊！你跟你急停那个什么的。那个标度我照完之后，你再稍微动一下，四个小时。我动完了。不是，我说这个，一会儿。好嘞。那不是搞的，他不能赔钱，不要钱在那边。能看？没看出来。这样看。嗯。这样看能看出来。等一下。二十六。六稳一下，二十六。好。好，你可以一会儿再看看表。嗯嗯。嗯，好，那我在那个二六，好了吗？哟，好了。你先放上也行，我那个照着那个。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好嘞，行，关一下，我上这。你看，你看，照他一会儿照那个数字表吧。啊，那我二十六是吧？嗯，二十六。